你去右边。诺。你去左边。诺。你去左边。诺。你去右边。经皇帝陛下保镜验证，左手者心动胆张。 皇帝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全部拖出去，杖毙于殿下。来人！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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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功臣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说说吧，你们准备怎么为大秦帝国出力？陛下，如今天下归秦，之前六国的一切规矩尺度都应当废除。自今日起，我大秦的规矩才是天下的规矩。大秦的规矩就是天下的规矩。好，这个好。老师还不快给我滚回去！娘，你告诉新哥哥，娇儿宁死也不会负他。娇儿，娇儿，快！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韩信了。你个畜生！老师，娇儿，大胆！我不要，不要！扰乱公务，斩立决。再有犯者，都诛入九族。娘，爹，韩信回来会找你们报仇的。韩信，恐怕他这会儿连命都没了。淮阴诸生，自藏禁书，逃避徭役。按大秦律，杀无赦。这是干什么？把他们都给我赶到江里去。啊啊！后退，快！下水十步之后开弓，看谁射得多。别动！我们这么多人，他们只有十几个，大家群起而攻之，跟他们拼了！怎么拼？有武器吗？哎哎，别跑啊！大家停下，别跑啊！停下，别跑，别跑！你小子！就不怕死吗？反正都要死，怕什么？有点意思，你想怎么个死法？素闻秦军骁勇，今日可敢一战？我乃淮阴韩信，尔等可敢一战？韩信，没想到楚地还有像你这样有骨气的人，谁去杀了他？我。
姓名啊！我乃淮阴韩信，大晋守亲韩厥之后。韩厥，快住脸我们！大家快跑吧！快！等我把话说完嘛，我好歹救了你们性命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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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刚才那些秦军是你杀的，你不是也有份吗？哼，别人为秦如虎，我韩信视秦军如土狗。韩信，你的名字？
在下怀阴韩信，大晋守卿韩觉者。没听说过。晋国六卿你没听说过？我祖上韩觉，乃大晋守卿，一生侍奉大晋五朝，晋灵公、晋成公、晋景公、晋厉公。你祖上熬死了五个王，还有本事吗？那可是宫中体国的忠臣。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啊？为什么要救我呢？你没资格知道。